这个所谓的八字，我们张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，它主要指的是哪些部位吗？这八字的名称的来源，就是身体八个轴啊，就是头轴、肩轴、肘、外轴、盆轴、膝轴等八个部位。而且这个八九呢，是螳螂拳当中一道比较古老的拳法，也号称是螳螂拳的祖拳。哎，这个八九呢，它是，也就是八卦当中的这个阴阳刚柔啊、这个虚实退进这八卦，而且呢，好像是每招有八种变化，一共是八八六十四种变化，是不是？这个摘要和八九呢，都是太极梅花螳螂拳当。